多谢大家回来，来到我们今天第三段的翱翔会客室与邱邱建恩博士的聊天啊，所以谢谢邱博士哦，再一次谢谢了，<是>真<的>谢谢你，我莫大的荣幸。<请>邱博士第一次来马来西亚，应该也是第一次线上这样子的访谈对啊哦，就给了我处女座，谢谢邱博士。<laughs> 哦，那我们继续来谈金庸小说。那我们就先以这个最新的书，也谢谢邱博士哦，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哦。嗯、这个是邱博士今年七月才出版的第三本《何、嗯、以金庸》。你看他的书名就叫《何以金庸》第三本著作哦。前面两本我都有哦，也谢谢博士刚才帮我签名了。嗯嗯、但博士这第三本我还没买到，因为今年七月才出版，马来西亚是买不到的哦，因为香港书老实说。 在马来西亚是卖很贵的，嗯、像这一本都要两三百块啊。嗯，在香港是多少钱？一百一百多吧。这个这个是香港也买不到，也买不到。对、哦，因为这个是呃博士特地从香港带来的作者版，但普通版应该也快要两百港币一本吧？没有，定价普通版是一三八一三八港币，<毕>所以博士特地带了二十套啊二十套给我们，到时啊、呃、就看有缘的独有我们的铁粉，看你抢不抢得到了哦。 我会限时放上我们的网站给大家去抢购。好、嗯哦，那呃，博士，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这一本《何以金庸》吗？这第三本，当然，底下我们也会谈谈第一、哦、第二本<好>哦。我们现在就先谈第三本啊、哦，制作非常精美的呃这一本书哦。这一本书你是呃，刚刚我们也也有聊到嘛，我、哦、私底下还没有、嗯、呃上线的时候聊，嗯、就是消失情节一百强，其实、嗯。 你所谓的消失情节是指的是什么？嗯、我是分享一下。其实这是我整个研究是从漫比金星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一个一个脉络。因为我自己觉得啊、呃，我刚才说的很多评论大家都会写，可是我跟人家有啊、呃，我跟其他人相比有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了？那就是我手上有很多。 啊，大家可能没有看到过的资料<是>啊，比如说啊，但当然不一定是原版，有时候可能是那种扫描的资料，或是影音的资料。那个就是啊，五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啊七二年的时候啊的，在报纸上面，一直到在啊这个杂志上面连载的一些资料。然后那个小说，那个时候的小说如，如啊，其实写的很好啊。 用倪匡的讲法，真的是一个创作欲很庞澎湃的一个时候。可是呢，啊、呃，也也也可以讲啊、呃，这个这个是必然的，就是在每天写一千多字的时候，总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跟以前，或是也不一定是错误，可能是后来作者的想法他改了，然后他改了，他没有发现，或是他不知。 在那个时候很赶，他没有很觉得跟以前有很多人生理念的转变，也可能呃不是是情节上面有很多啊相冲突的地方，所以，可是你把整个故事写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前前后就会出现矛盾，所以他在一九七零年开始那个时候，他《鹿鼎记》还没写写完的时候，他就开始修改他的小说，在这个修改是必须要的，那这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修订版，那。 他修订版出来之后，他旧版小说都没有在市场上卖<对>卖。然后因为倪匡的那个，他觉得旧版小说很好看，那我就一直去找原来的那个旧版小说。<是>然后我就觉得，呃，我是从一个文献文献的角度啊、呃，我不我没有能力去重新啊、呃、去出版金庸的小说的旧版小说，嗯、可是我可以告诉读者啊。呃 你们所没有看到过的那个啊，金庸已经删改掉的一些小说，它的情节到底是如何？所以从《漫笔金心》开始，我就开始慢慢把一些金庸曾经修改过的小说的旧版情节放在这些书里面。那这一本呢是要消失情节一百强，这是做一个总结吧，就是说吧啊，我觉得当然它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写，可是后来我只有只能写一百种，所以我就选了一百种，嗯。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种情节<是>啊，在人物的塑造，在情节的一个一个铺排铺陈上面，它到底是金庸为什么要改？他原来是怎样一个样子，现在是怎样个样子？然后让大家自己啊，也算是以希望能够弥补一些看不到以前的小说情节的一些心理吧。就是我啊，刚刚我有提到哦，其实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看过完整的，嗯啊，这个第一版，也就是初代的金庸小说、嗯嗯嗯 所以，嗯，博士这一本书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个情节啦。像博士刚刚有提到哦，其实倪匡啊、呃嗯、先生他是最喜欢第一版的金庸小说，嗯嗯他学的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看、宇宙最好看的小说。嗯嗯倪匡这么有才情的人，嗯，他都公开的在我看金庸小说里面屡次的强调，他跟金庸的才气。 写小说的能力相比是相差以光年来计的，嗯，非常非常远的距离。倪匡本身是认为第一版最好看，越改越不好啊，这是他说过很多次的话。但金庸本身是觉得越改越好的，嗯啊，虽然可能故事没有那么多转折，没有那么多奇奇怪的情节，比如什么冰火岛有一个火猴，哦，这一这一段我完全没有看过，嗯啊。 可是金庸认为更合理了，更贴近我们的生活了。嗯嗯嗯、那很重要的问题就问博士您了，嗯、你自己是比较喜欢哪一版的金庸小说？而且你是真的去研究的哦，所以你的呃，当然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百个人也有一百个金庸小说。但是博士，你作为一位学者，而且是专门钻研金庸小说，你最喜欢哪一版？三版里面，呃、嗯。 如果你只问喜欢的话，嗯，那我当然是最喜欢的是修订版。订版那为什么我为什么喜欢？是这是第二版，这是第二版，那是一个初恋情节，<对>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看第二版，嗯。那可是你刚才说，我应该从一个研究的角度，<是>那我觉得，如果从一个研究的角度，我觉得喜欢哪一版都不足以。 让我们去了解整个金庸的整全，所以我这几年来很努力的想要做的是说，金庸的三版小说，它不应该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它不应该是有一个强弱的对比，它应该是善板冰城啊。我们看，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今天金庸小说的发源到底是如何。 我们看看要看看旧版。那我们想要看金庸小说，他如何的去啊啊堵塞啊这个原著里面的一些漏洞？那这这那是一个必然必必然创作的上面出现的一个漏洞的话，可以看修订版。嗯嗯、那如果我们想要看金庸晚年啊，他七八十岁之后，他如何的去看待？ 他小说的人物里面的一些性格啊，<是 S 1> 或是他的一个行为的选择，那我们想看金庸如何把他的晚年的一个对人生的一个了解，然后我们可以看新修版。那我觉得，金庸小说之所以伟大，金庸小说之所以啊、呃、让人有很多不同的感觉，是因为他有三版不同的小说，这是。 啊，在中国文学上，啊，中国当然很中国文学上面其实不断的修改，其实有也有啊,啊、嗯、也有，可是啊，因为以前的修改的小说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以最后的一个版本为主。<對 S 2> 我常说啊，如果金庸他还没有过世，如果金庸在他一百二十岁的时候，他还有精力，他还是会再改，嗯、那不是。 我们不要从一个完美的角度去看这个小说。我刚才说，我我我反而是从金庸他如何去看待他小说的人物与他的人生的关，他对人生的一个了解。比如说啊，新修版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都很期待王语嫣跟段誉要要,要要在一起，要在一起。可是到最后啊，在新修版里面，他没有跟他在一起。其实，呃。 我们如果真的很冷静的想下来，其实他们不应该在一起，也不适合，也不适合啊，不适合、啊。嗯、就这、啊、当然他的那个乱伦的那种 <laughs> 那种想法。可是金庸他是想要看这个人他如何去痴迷另外一个女人，他总会有清醒的时候。是这个清醒的，当他清醒之后，他的以往的迷恋就不就会烟消云散，所以他就会把哎他对这个人生有不同的了解。 他以前我们年少轻狂的时候，我们当然想要爱的死去活来。是，可是人总会人总会冷静下来的。那总会冷静下来的时候，他就把他冷静下来的时候融入小说里面了。那我觉得，所以如果问我，我还是想要说，呃，我们可以从他，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本小说，我们把它看成是三部不同的小说。你分别在这个三个我，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多元宇宙。 啊，用三个用多元宇宙去了、嗯、去了解金庸的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嗯、我觉得这才是好玩的地方。是，博士真的提出了一个很深入的点哦，就是其实它代表着人生。金庸小说的修订代表着人生。嗯、博士刚才提了一点很对哦，像我本身是倪匡迷哦，我我有一个嗯。呃 非常，我我觉得是我这一生最荣幸的一个称号。倪匡先生亲自说我是马来西亚最懂卫斯理的人。嗯啊，倪匡先生在大概在二零二零年的时候给我这一个称号，这是我最荣幸的。但是讲真的，呃，倪匡他对于自己的小说，他的严谨程度跟重视程度其实是相差很远的。像呃，先生啊，倪匡先生的小说，他可以出到十几版、二十版。嗯。 可是他就是改错字而已，情节他完全不会去动，嗯、他也没懒得去动，嗯、啊，所以体现了一个差别在这里啊、哦。那金庸小说像呃，博士所说的哈，就是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心境，代表的是一个人生历练。嗯、所以，而且它不只是小说人物里面人生历练随着金庸的人生历练而转化，嗯、也包括了金庸的人生观、他的思想观。嗯、年轻的时候跟。 你已经拥有一切了，你已经没有活力了，你已经老了，肯定看的东西也不一样。嗯嗯嗯、所以博士，你在这一方面你研究了这么多，有没有什么特别呃有触动到你的，或者是感动到你觉得你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因为我发现刚才跟博士的访谈，我们全部都是随随机的哈、哦，我也没有给博士反纲啊，要、嗯嗯呃、问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们全部都是随性而发的。嗯、所以刚刚我真的在博士的呃回答问答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嗯 哦、所以不是有没有什么是这样子触动到你的、嗯？我觉得，呃，金庸给我最大的一个佩服的地方，嗯，是真的。他修改小说，我觉得，呃，一个人他能够创作一个很多人喜欢看的小说，这可能不难，可是非、呃、常难可，可可可他很 <laughs> 他很难，難可啊、嗯呃，当然很难，嗯、可是。 他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做到只，只有一个人能做到，<对>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对>因为要触动人心，其实找到一些模式就可以。嗯、可是有一个人，他那么二、呃、整整五十年啊，从他一九五五年开始创作小说，到他二零零六年啊，完整他的新修版的小说，整整五十年，他五十年来他不断的。 啊，其实刚才你说它有旧版，它有修订版，它有新修版，其实不止，因为它旧版的报纸跟旧版的、呃、啊单行本有几本<对>啊啊，书烟丑录啊，碧、呃、血剑跟谢端英雄传它其实有改过。然后修订版，我们所知道修订版，它其实在第一次修订的时候是在《民报晚报》上面连载，<是>它在《民报晚报》连载之后再出版成啊。 金融作品集，他那个时候也改了很多。然后这个啊，金融作品集到一九八一年他出版完正，可是他到一九八五年的时候，他其实又是小改了一次。所以他是不断的去修改他的小说。你想想看，一他他这个人。 那么多事情，他是报业的老板，他是啊、呃、政治的啊、呃、一个评论专栏作者，做评论专栏作者，他也当当时参与了啊、呃、香港香港过渡时期的一些啊、呃、<府>基本法的、嗯、一一一一些啊、呃、起草的工作。那么忙的一个人，他可以，他仍然愿意不断的去修改他的小说，真的是能够用一个追求完美这四个字来<是>来来来讲嘛？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就是很认真的去。 对待他的作品，是他，我觉得他，他就是，这就是他觉得他很认真的去做，而且他愿意去做。然后他每一个他他的修改，不只是情节，不只是人物的性格，他还是一个你刚才说，你匡改错字，他可能在用字的上面，他如何把他的词汇弄得更容易阅读啊？这有时候多一个啊，这啊。 这个那个的那，他都愿意去修改很，很精细。嗯、其实他可以揽一揽就可以跳过去。呀、啊，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就是想要给人家有一种阅读上面、嗯、是一种乐乐，人家买他的小说，然后阅读他的小说，他就是想要让人得到最大的乐趣，嗯、或是最大的益处。是，是，嗯，博士讲这一段哦，我就记得啊，倪、呃、匡他曾经有说过。嗯 他倪匡是最生气，因为倪匡自己本身有做编剧嘛，嗯、他他为很多电影，啊、嗯、呃,呃写了剧本哦，他、嗯、他的剧本是非常值钱的。嗯，可是他非常生气这些买了金庸版权去拍电影、拍电视剧的人去修改金庸里面的故事情节，嗯、来呃让他更简化，还是更更有戏剧化。嗯、我记得倪匡在我看金庸小说里面有写过，有有,有说过这一句话，就是。 这些人以为他自己比金庸还厉害，金庸的每一个字都是千锤百炼，思来想去，想了又想，如果给我改，是我要加一个字，我要减一个字，我都做不到的。但这些编剧却以为自己自己很厉害，所以每次都改到很糟糕。所以倪匡一直说不改，其实就是金庸小说最好最好的呈现版本。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了。那我们回到呃这个消失情节一百强，这是第三本嘛？啊、嗯。 那第二本我今天没有带来哦，第一本我有带来，因为刚才出来的时候有一点赶哦，也迟到了十分钟，也忘了拿书啊，我又、嗯、呃来到路上一半了，我又跑回去家里把书拿出来要给博士签名嘛哦，嗯、呃这个是第一本，那我们就先来一本一本谈啊、嗯呃，那第一本是经学入门的六大门派，嗯、我已经看完了，但不要由我来说，嗯、由博士你来介绍这本书，<laughs> 六大门派你说的是哪六大门派？为什么？因为金庸里面绝对不止六大门派。 那啊，呃、其实这个六大门派啊、呃，应该这样讲，六大门派只是一个噱头吧，因为六大派它就是啊、呃，张无忌公公啊、呃，这个光啊，六大派光明顶，围攻光光明顶的时候的一个情节啊、呃，其实那个本书里面就分为六章啊，就、呃、是、嗯、有一章是啊、呃，用一个啊呃,呃一个。 宏观的角度去啊描述金庸小说几十年来的一个历史上面的发展，然后第二个角度呢是用一个啊，我用了一个西方的文学理论啊，一个叫啊功能，就是说啊。 这个呃行动工啊行动员啊那个那个是什么东西的？就是嗯、呃，我们金庸小说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吸引人的地方。可是我想把它简化为几个很重要的，它能够吸引人的地方。比如说谈情说爱是他小说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情况、啊、说谈情说谈情说爱本来每一本小说都有啊啊啊！可是金庸的谈情说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 他怎样推动他整个故事故故事的方式？那这是第二派，然后第三派就是啊，从一个写作技巧，就是说有很多人都会讲啊，金庸写作很好啊啊,啊，我要啊,啊啊啊推荐人看金庸小说来提升你的啊这个这个写作能力。那我就会说，那大家都会说看金庸的小说，金文笔很好。那啊，你如何去提升呢？可是很多人他看了以后，他不。 我看了，可是我觉得他写很好，我如何提升呢？嗯、那所以我就用一个比较分析，从两个角度。第一个就是金庸的语言，那我就把它跟古龙的语言，然后温瑞安的语言，啊、呃，梁羽生的啊、呃，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来作为一个比对，金庸小说的语言到底是好在哪里？然后啊。<是>呃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以后去写作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的文字跟金庸有一点点啊相像,像。然后当最后当然是这那个第三章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的写作的技巧。因为为什么他小说那么好看，是因为他有很多电影电影的那个拍摄手法，或是舞台剧的方法。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看故事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情节，我们不知道他如何处理。 啊，在这个。 事情上面的每一个人，然后金庸在描写上面，他的如何去取那个镜头啊，如何去描写，这都是一个电影的时候啊，因为他自己自己也也是一个评啊啊啊，在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影评人，他也是一个啊啊创作剧本的人啊，也是导演，所以他总会把他自己对啊影视啊那个时候没有是<对>啊电影的一一种一种理解，把它放在小说里面。面嗯、然后第四个就是啊，我觉得啊，我在。 在那个时候，就是啊，写啊金庸的一个新旧版的小说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介绍，有点像倪匡的那个。我看啊，金庸的旧就是就金庸旧版小说。然后第五个就是啊，我想这一个是啊，我自己对啊给大家去入门看一个不同的金庸小说，因为分十五部小说来讲。然后你如果要看这一本小说的时候，它的整个故事的结构是如何？那当然是我自己去看这个故事的结构。在在。 这个故事来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你要看的是什么，然后第二部分是要怎样看。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的话，那我们就更快能够掌握到小说里面那个人物情节，那如何去铺排。那最后一个就是我叫他读金庸，就是啊，从金庸小说的文化的角度，也就是说啊，金庸啊，金庸小说他五五年的时候出版啊，开始有，可是金庸小说的电影跟金庸小说的漫画。 从五八五九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也就是说，金庸小说它能够很快的与当时的流行文化、娱乐娱乐媒体结合，去接触不同阶层的人。当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喜欢看小说，可是看电影会有啊。在工业时代，大家看电影，然后小朋友不一定会看小说，可是他可以看漫画，所以金庸就可以接触到。 很多不同的阶层的人，可是在，在呃，而且在这二十几十年来，金庸小说不断变成不同的一种啊、呃、传啊、呃，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媒介啊啊、嗯呃，有电影、有电视剧，或是有舞蹈啊、呃，有有舞台剧、有漫画、有什么什么啊，有游戏，什么都有。那不同的不同的人啊、呃，透过啊、呃，他所接触到的金庸，他都。 都能够对金庸有一个啊，他不一定是金庸小说，可是他对金庸这个小说所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化主题啊，已经有了一个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啊，你问一个啊年轻人，他看过金庸小说没有？可是你听过金庸没有？他听过，嗯，啊，他也他，我觉得他就现在的人就跟我当年。 看《天仙龙道》的时候要，你看过金融小说没有？我没有。<laughs> 你你听过金融没有？我没有。可是我看过《天天龙道》嗯。你说他的情节，你<對>会知道。我我知道什么叫天《倚、嗯、天倚天倚天剑屠龙道》，我知道。嗯、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一种文化。所以我，我我我我我在《何以金融》这一本啊第一本书里面，当时也不知道会有二三本，第二三本，所以那个时候就把我自己对金融小说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了解，然后跟读者分享。 那刚刚博士说的是这一本嘛，哈，第一本《何以金庸》第一集《经学入门六大派》。那第二本我没有带来，就是人物情节快闪版。那博士也说一说吧，刚刚我们谈了第三跟第一、第二，当然不能够被遗漏了，哦。 第二，我听起来好像跟第三本有一点关系，因为都是说情节嘛。那对，是第二是第二是呃，因为现在呃网络上面它是一个很取巧的一个写法，因为啊、呃、主要是想要看哎，金庸小说到底有什么好看？那当然它哪一个主题都很好看啊<是>、呃，每一个情节都很好看，每一个人物都很吸引人。那所以啊、呃，如果我啊、呃、每一个人物去讲有点分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啊、呃、仿照网上很多的时候说什么十大什么十。 十大、oh, okay. 一样，就就用十大作为一个一个一个主题吧，然后挑选的一些金庸小说啊、呃、的情节啊，在不同的小说里面都有出现的啊啊、呃，不同的情节啊，然后透过啊、呃、同一个主题啊，然后在不同的小说里面出现，它的所呈现的面貌到底是如何啊？我其中有一个是十大的啊。呃 流苏流苏就留下来的啊、呃、文字。金庸小啊武侠小说常,常常会有这个情节，就是、说我们去了一个山洞里面，我们看到一些以前的人的一个一个一一一,一些留下来的一些文字。然后金庸小说其实常常常常,常,常,常有这种情况啊，对，石破天的,破天的那个那个那个侠客行的、嗯、那个侠客行神功啊、呃呃、这个袁承志在那个洞里面找到啊、呃、金蛇郎君啊的的流书，死前的流苏，然后。 后啊、呃，这个呃呃，独孤求败啊，独、呃、孤求败啊、呃，对啊，呃《神雕侠侣》独孤求败那个剑宠的那个流苏啊，或是啊、呃，这个萧峰啊，看到他爸爸的那个流苏啊，甚至啊，呃這个连城诀》里面那个在。 城墙上面所留的那个啊、呃，连城诀的那些数字，那我觉得啊、呃，每每一句话，每每一个流苏都是能够与以前那个流苏在啊、呃，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写作的方法，因为它。 能够让用当下的人与以前的故事连接在一起。那所以小说里面如何去处理这个题材啊？每次处理的时候，它有什么差啊？有什么差别？它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些当然有些是有相同的地方，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些主题，才会让小说不断的配合组合，然后产生不同的一个很很有趣的地方。所以呃呃，比如说呃。 大家常常说十大、啊、金庸小说很很很容易写武功，那、啊、写武功上我就会用十大秘籍啊，武功秘籍啊，啊十大高手可可是后来我想十大高手也真的不够啊，所以后来就啊就把高手一分为二、啊，就变成十大已故高手，就是说在金庸小说里面啊。 出场的时候，当下的人物就他，所以独孤求败就是已故的啊，已经死去的高手。在从这个主题上面来，用一个什么十大排排行榜的一个角度来啊、呃，跟读者去啊、呃、分享。这个主要是以啊、呃、他的呃书的啊、呃、那个读者，我我设定为一些听过金庸小说、接触过金庸的故事啊、哦，甚至可能玩玩过电动的游啊、呃、游戏。 最近又不是一个完全陌生，有听过一些名词。然后他去看这本小说的时候，他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乐趣，就是这样。嗯，从刚刚博士这样子的分享，大家就可以知道啊、哦，这三本书其实不只是针对金庸小说的、呃、去一个解构，嗯，更多的是，其实如果你想写小说，你可以从博士里面的分析分解里面得到很多知识。为什么金庸小说是这么吸引人？ 为什么他的用字每一个大家，其他的作家，比如倪匡都说是千锤百炼，嗯、他的功力在哪里？嗯、哦，所以啊、呃，这是博士你看博士书可以学到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希望吧的点 <laughs> 哦。我我自己是看完了，所以我有资格说这句话。嗯、但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哦，现在就是、嗯、博士你的书在马来西亚非常非常难买哦。其实博士我们来之前我就有说。 嗯、博士，你可以带多少书来？越多越好嘛！我当时是说，嗯嗯、不管多少，我都可以跟你买下来，然后回馈给我的读友。嗯、因为我的读友都是、嗯、很多都是爱书之人。嗯，好、嗯嗯哦，所以博士二十多本，而且就只是这第三本啊，哦嗯、肯定是不足够的。要买你的书要怎么买？嗯、有没有可能我可以、呃、以团购的方式跟博士？博士回到香港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存书，嗯、因为博士的书也蛮抢手的。嗯，啊、呃，有有没有可能？ 可以再版，然后我可能给你买个一两百套寄来马来西亚，然后我再回馈给我的赌有。让他呃，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呃，怎么说了？呃，虽然是啊、呃，比如说《何以金庸一》跟《何以金庸二，其实他已经呃加印了两次。是。那呃，《何以金庸一》甚至出了正定版了，在今年年初做了正定版，嗯、然后所以呃，为了这一次呃七月的时候舒展啊、呃，这个呃。 出版社出版社也加印了一次，所以我相信啊，现在是八月嘛，八九月的，嗯、因为以前都是卖半年就已经卖完了，是，所以如果现在去订的话，那。 叫出版社留书的话，留留下留书下来的话，应该是可以。那当然是啊，要怎样去把它运到马来西亚？这个就就是我们要再去了解了。我会找一个出版社跟博士您对接。嗯,呃、嗯,嗯,嗯嗯。呃，马来西亚的出版社跟您对接，那他比较熟悉这些进口书的流程。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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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到时看博士可以留多少本给吧。我的《我的流金岁月》，你有没有兴趣？有，当然有。这个等一下，我们第三环节啊、呃，我们也是最后一个环节了，我们会讲到。 漫笔金星，流金岁月，流金岁月我没有买到哦，刚才也有跟博士提起，我一个遗憾呐、啊，你的书我几乎都买了，就只是流金岁月没有买到。但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啊、哦，大家不要离开，我们看一个短短一分钟的广告影片，回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段跟邱建能博士的访谈，大家不要离开，短短一分钟的广告影片，嗯、谢谢大家，也谢谢邱博士，我们休息一下。嗯谢谢 好多谢大家回来哦，也谢谢我们的场地赞助商，我们的 Lobby，还有我们的广告赞助商金跳。啊，刚刚大家看了他的广告影片哦，想要购买金跳的按摩椅，可以联系刚才广告影片里的电话号码。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继续来谈，我们跟邱建博士来谈金庸，还有那、呃、当然包括邱建博士本人了哦。那呃，博士刚刚介绍了这三本书啊、呃，还有其实。嗯 你还有两本非常著名的书，一本就是这个《漫笔金星》，嗯，还有另一本就是《流金岁月》哦，嗯、刚刚也有提到啊。其实《流金岁月》也是我的遗憾，因为《流金岁月》的价格非常高。这一本我记得我在马来西亚买是接近一千元，呃，八九百块、嗯、啊，《流金岁月》好像要一千五百多元，我没记错的话，马币。我不知道马币多少，嗯、可是它的呃台币新台币定价是 3, 三千两百元，三千。那如果在香港买，就大概是一千零六十七元。 一千零六十七，67, 那换算来马来西亚加这个运输费，应该也要上千块，嗯，上千块啊、哦。但是啊、呃，我们先介绍这本书啦，我也要跟大哥买哦，嗯、尤其是《流金岁月》嗯，这个是我一大遗憾，因为我没有买到这一本书。嗯、那我们先谈漫《漫笔金星》吧，《漫笔金星》应该是呃博士您啊、呃、研究经学的第一本书，你的处女作是吧？我没记错的话。呃 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我把我的博士论文啊、呃、出版了一本小书。啊、哦呃，那个时候可是那没有在外面卖啊。那本我就没听过。对对对，嗯、那个就没有。所以第一本是这本。正式出版的是这一本啊、呃。那介绍一下这本《漫笔精心》，我给大家看哦，里面是非常精致，把所有来大家可以啊、呃、看一下哦，把所有啊、呃、关于金庸小说的漫画它的背景啊、呃、全部都放在里面，还有。 呃，博士自己本身的考据，还有你一些呃观点的一些看法，其实里面都有。哇，这本书我记得当时我废寝忘食啊，因为我本身也是港漫爱好者吧，哦，也有看呃这个金庸改编而成，金庸小说改编而成的漫画，因为很多都是港漫，其实都是香港漫画。哦，包括呃朱志呃朱自清吧，那那那李志清啊，李志清不是朱自清，朱自清是背影哦。包括李志清哦，他也是香港漫画家之一。所以博士。 就交由你，不要由我说了哦。嗯、我这是我，这是一个小读者，交由我们的作者来介绍这一本《漫笔金星》。《漫笔金星》其实是我在啊一二零一九年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离开了旧的公司啊，然后啊想要好好的去写一本书的时候，就选择这一本。那这为什么是选择啊？以漫笔就是以啊金庸小说的漫画为主的一本书。那个时候，第一，但是我。 老板老本行也是我最对金融小说最有感觉的一个主题，因为嗯我就我我之前说，我就是看金融小说的漫画长大的啊，我第一个看的那个白金龙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是很深、嗯、很深刻。那其实那么多年来，我就一直有收藏，所以我我自己是有一个心愿啊，想要把。 一些曾经啊，为金融小说啊的传播啊贡献过的人啊的作品啊，留下一个身影啊啊，让后来的人啊，不只是听过，而且有画面可以看到，这是我最最大的一个心愿。<是>那所以就其实啊。呃 当时叫《金庸小说漫画大戏，我已经觉得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收集到很多。可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我我就跟不同的人接触，然后后来也很多人也提供了一些漫画给我。当然啊、呃，在这本书出来之后啊、呃，还陆续发现了一些。那当我想出一个正定版，那这是我第一本书。然后刚才说，它除了有一个。 呃，以金庸小说作为、呃、啊，金庸小说的漫画，它除了收录的比较多啊不同的漫画之外，啊，它还是一个阅读金庸的一个啊方法的一个呈现。啊、呃，因为啊、呃，我在呃自己去阅读金庸小说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刚才。 刚才说到改编的问题，嗯，其实金庸小说从来就是一个被改、不断改编的一个作品。那电视、电影，然后漫画也是改编的最多。那很多人他看漫画的时候，他都会用啊，他他看改编的作品的时候，他都会用啊，是否符合原著啊啊，改的厉不厉害的角度。我不是从这个角度，我是从改编改。 当啊文字的世界改变成为画面，改变成为影像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多于一个人的创作。呃，我不太同意说啊、呃，那些人会啊、呃，有些人会把啊、呃、啊、呃、改编错，是啊他重新再创作。那因为不同的改编的人，他在当下所他面对的那个情况啊，他的呃读者，他的受众。 啊，如果是电视，或是电影，是不同年代的人啊，对于啊这个同一个作品的一个生命力、生命力的一个啊呈现啊，要如何呈现啊，是一个很很好的一个转变。啊、而且我觉得啊，我看改编作品让我对金融小说有更多的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金融小说其实你看的时候，那个文字会在你的脑袋里面有很多画面，可是。 那个文字拍成电影或是电视剧的时候，他他不,不一定有很多画面，对，对因为他可能一把刀砍过来的时候，下面那两三页都是那个人的脑袋里面的一个一个想法。可是你你你你你拍成电视剧的时候，他那把刀砍下来，他不能用定格，然后他的脑袋里面就跳出很多东西来。是是，是可是这个往往是金庸小说他一个。 很精粹的地方，对，所以，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我从看人家如何改编，改编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他面对金庸小说里面一些不能改的一个一个一個一个元素，我觉得这也是精粹的地方。然后，当他面对金庸小说不能改的地方的时候，他用他的一个，当然不如金庸，或是呃不能说不如，他说不能只用文字来呈现的那个媒介，已经把它呈现的最好。 那我觉得，透过这个对读，我叫对读，就是说漫画与小说啊，电视与电影的对读，来了解啊，这个这个这个呃、啊，金庸小说啊，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后不同的文创人他如何去处理这个题材？我觉得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而不是从它是否符合原著，其实。 是否符合原著根本就不成立，因为原著是什么？原著<对>是什么？金庸的原著就有三个原著，想金庸记本、啊、本身的原著也都不同，啊、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呃，这是一个很好的的的的,的一个题材吧。啊、是，这是呃《漫笔金星》给我的一个呃方向吧。是，其实我当年读这本书真的是废寝忘食，因为非常的厚哦，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哦，非常的厚，里面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啊，而且漫画我本身也有看，所以看得津津有味。嗯、我记得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其实我看书很快哦，博士。嗯、我最高纪录一个月可以看大概一百五十本书。嗯，啊，一天可以看两三本，然后、嗯、尤其是小说，看的非常快，两、嗯、三个小时就看完一本。嗯、但是我看你这本书，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所以那个月我少看了一百本书，<laughs> 就是博士您害的。好、啊，那这本书可以等于一百五十本書。<那> <laughs> 对，就是里面详实详实的资料其实是超过一百五十本书，所以。 很遗憾，马来西亚买不到哦，真的是买不到。我这一本也是特，为什么会这么贵？我买到这么贵，是因为马来西亚买不到，我特地找人就是帮我订香港漫画，因为到现在都还有买《龙虎门》嗯，嗯、都有买《买虎甲人》这些香港漫画。 他直接去帮我找，然后帮我订，帮我空运过来，嗯嗯嗯、然后还找到了一本有博士签名的哦，嗯、所以呃特别贵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遗憾的就是马来西亚很难买到这些好书，嗯啊、呃，所以呃我也会为了铁粉为了独有的福利啦，我也会跟博士协调，但是这本书好像博士说绝版了，可能要等多一些出版社已经绝版，不过我手上还记，因为我有作者版，因为这个、哦、这个书后来有加印，他加印的时候我。 我请出版社为我为我再创作一个封面，嗯、所以就变成一个二刷的作者版。嗯，那个时候出版呢是作者版，只有一百五十本，然后现在好像只剩下五十本了。哦，那博士尼的作者版全部都要留给我哦。我们当然还要等新刷的，新刷可能再买个一两百本，但是你的作者版千万不要再卖给别人了啊、哦，就全 <laughs> 我全包了。 啊，那除了这一本之外，哦、啊，还有另外一本是《流金岁月》，嗯、那个就是我的遗憾了哦、啊，我没有，嗯、我没有买到，也没有看到那一本。我记得它的标题是说《金庸小说的原始光谱》嗯，里面也是很多图片，很多您您去收藏的记录、嗯嗯、啊，然后放在里面也是一本很厚的大书，就像这本书一样哦、嗯嗯啊。那呃，不是这这一个我就不能帮你讲了，因为完全没看过，嗯、你就由交由你来分享给我们的观众。嗯 我觉得在金庸小说的文化的一个传播或是一个研究上面，光靠一个人是不能够的。的，因为啊，这么多年来啊，我当然收集了不少金庸小说，可是啊，在金庸小说啊老老小说的收藏界里面，其实我我已经不不算是厉害的人物啊。可是啊，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啊，我今天在网络上面也看到一个文章，就是说收藏家跟。 研究者是不同的人，肯定。那我很想啊，把他变成同一个人，所以。 啊，我的第二本啊，这个大系列的书呢，是跟啊香港一个很有名的金庸小说的收藏家叫邝启东先生，<对>那跟他合作，那我们两个合作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两个一直说啊要谈啊如何去啊金庸旧版小说要怎样去研究，然后大家不断抛出很多议题出来，然后他有写他的部分，我有写我的部分，然后。 到最后，我合起来把我们两个人的东西结合起来写成一本书，所以是呃，我可以肯定的啊、呃，这本书啊、呃、能够啊呃,呃配合，因为它里面有两千多张图片，是，然后有旧版小说的一个画面，有旧版啊、呃，有当年在报纸上面或是在、呃、这个杂志上面连载的时候的图片，嗯、也有一些啊、呃、东南亚。 啊，东南亚这个南洋一带的啊，这个报纸上面那个这些连载上面的一些图片，嗯呃，比如说啊，当时啊啊，倪、啊、匡啊重写啊，倪匡代写的那个那个《天龙八部》的部分，我也把整个部分把它放在里面，我、哦、也找出来了，要找出来了、嗯，因为这个是众说纷纭啊，到底写了哪里，<对>改了什么？然后比如说《射雕英雄传》里面啊。 啊，金庸后来改了，把一个啊，生杨过的那个，生育杨过的那个情难情整个故事，整他合在一起的，可是把情难情整个故事都都删掉。那情难情故事大概连载了二十几天，那我就把这个二十几天，因为我是在啊啊远流出版社出版，远流出版社就是台湾一个啊出版金庸小说的的的那个、那。個 版权啊，持有的一个公司，然后所以啊，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啊啊，去把一些原始的资料放在这个小说里面，啊，放放在这本书里面。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啊，我们比较重重点是啊，那么多年来啊，金庸小说的旧版小说啊，有曾经有很多个不同的讲法。我举个例子，金庸曾经在他的啊。 小说《飞狐》啊，《雪山飞狐》里面有提过，呃，他从来没有出版过正版的《雪山飞狐》。嗯。可是几十年之后，几十年之后，我们看到有三一出版社出版的《雪山飞狐》，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了。三一出版社是他出版，他允许出版。啊啊。 《书剑恩仇录》雪《碧血剑》以及到《射雕英雄传》的一个出版社，然后在这个出版社的那个《射雕英雄传》的小说里面，也有一个广告写已经出版了，已经出版的《雪山飞狐》。所以啊、呃，在这个在这个地方，就说我们所看到的实物跟金庸所提到的一些事情，其实是有冲突、冲突有矛盾、矛盾<对>矛盾的。所以我们就。 能够解决的方法，就把所有的资料，尽可能把所有的资料都找出来，对，然后去比对，然后去把这个问题搞出来。当然这只是考据的方面，然后另外一个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流金岁月》里面另外一个比较嗯比较可以是无人可以替代。我说真的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是嗯我。 机缘巧合底下，我拿到了一些，不是一些了，这个九成以上啊。当年金庸啊，在修订小说之后啊，他首先在《民报晚报》上面发表，嗯，然后啊，是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八零年，然后到一九七四年之后，他逐啊一本一本的出版他的啊这个单行本啊，<是>《金庸作品集》。可是从啊这个《民报晚报》上面的啊。 的的呃，连载的修订版，跟他后来啊、呃、出版一本一本的那个修订版也是不同的。是，<版>可是因为大家现在现在连《明报》那个集团都没有保留这个、嗯、这个呃呃原稿，《明明报晚报》的那个稿，所以大家都以为，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就以为他们是一模一样。是，可是光是看那个啊《碧血碧血剑》，你就知道。 碧血剑在修订连载的初期，它是改了名字，叫碧血啊，碧血金蛇剑。嗯，它连名字都可以改，所以你就会知道，其实它后来有改很很大的转变。那所以啊，我因为有机缘巧合，能够拿啊，能够看到，当然我没有实物，我我看到的是档案。那我能够啊，而且很清晰的档案。那所以我就很想要把。 这个过渡时期的版本，有一些它到底金庸他如何的去修改，如何的从旧版到啊《民、呃、报晚报》的修订版到修订版，他如何的一版一版的修改过来？比如说《降龙十八掌》到当初只有十七掌，<是>到了《民报晚报》的时候有降龙二十掌，<对>然后到后来才变成十到啊到了修订版的时候才有真的十八掌啊！所以这个过程是如何的演变？那这个。 啊，金啊，这个《流金岁月》里面也因为有一些实物的原啊金啊<助>啊啊啊,啊一些实物的作为证据，然后让我把整个脉络啊呈现出啊、嗯呃、呈现出来。我觉得啊，不是因为啊。 我我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啊、呃，因为得到收藏家的帮助啊、呃，所以能够把一些实物啊、呃、作为一个证据，然后啊、呃、整理出来。是，嗯，呃，前辈刚才有提到啊，嗯、呃，博士刚才有提到，就是况启东前辈啊，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收藏家。嗯、但是啊、呃，博士自己没有提到，你自己也是一位收藏家啊、哦，你收藏的金庸的作品著作。 也可以开一个博物馆哦。据我所知，你把你的收藏都捐给了一家博物馆，不是哦，我不是捐，不是捐，因为呃，二零一四年啊。呃 当时的香港文化博物馆要筹办这个啊啊金庸展啊，金庸馆，它是一个馆，一个常设的馆。然后其实当当时博物馆对于啊，对于啊金庸这个区块没有很多东西，所以他当时请我做研究的时候，我也就跟他讲啊，说你们需不需要一些开馆的时候需不需要一些材料？那我就把我收藏的一些金庸小说的漫画啊，金庸小说的所有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 全部都借给他，当时借了大概一千八百多件，当然他没有全部展出来，因为那个馆没有没有很大，他只是把他覺得有需要的从全展展出来。但后来我有从那一千八百多件里面，我也拿了一些回来，然后也把一些啊、呃、正式转为他们的馆藏<場>、啊，就是他们有这就是捐了啊，你没有說沒他买的，他买的哦，买的，他是因为 <laughs> 呃。 这是不可能的，<laughs> <laughs> 所以哦，因为我自己觉得，嗯，其实香港啊，这个金融小说是香港一个很大的文的文化保护。其实啊啊，当然有很多东西在马来西亚保留下来，其实也有很多东西啊，今年留到内地去。我觉得留到哪里都可以，都好。可是啊，至少要有一部分留在香港这个地方发源地。 至少啊，香港是很正式的啊，一个啊官方的机构啊，去正式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贵宝，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主题，这个伟大的人物啊，所以啊，当时他们啊，这很很，他们想要购买的时候，我们也是拉锯了很多年啊，那直直到去年，我说好吧，我就同意把把一些部分的小说卖给他，然后让他成为他们啊能够有底气的一个啊一个博物馆吧。是。 那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知道哦，《流金岁月》这一本书是非常非常多详实详实的资料在里面，包括在香港文化博物馆里面所收藏的都会有，而且是两位大收藏家<对>哦，不只是邝先生，也包括我们的博士，他的收藏产品都在里面。所以这本书，博士你也要尽量帮我们去接洽哦，呃，看可以拿到多少本。<laughs> 好好吧，<laughs> 这个我们过后再来协调，<laughs> <好>但我一定。 不会负大家所托了哦，把这个好书哦推广好书是我的责任，我自己很喜欢看书，也也喜欢把好书推广给大家。嗯、那我们谈完博士的书，我们再简短的谈一谈金庸的小说吧。嗯，最简单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问过博士，博士你看过金庸这么多呃三个版本的小说，嗯，嗯每一个版本都有十五个故事，嗯、哦，那你最喜欢哪,哪一个？ 呃，我当然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定是修订版的小说。嗯、修订版的小说，呃，还是那个那句话，初恋情节，因为那是我最接触。是，其实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修订版写的最好，我觉得不是。是然后呃呃，我我很很简单的一个呃呃一个呃不不正式的研究，呃，在金庸新修版出来之后啊、呃，很多。 学生他那个时候都有看过啊修订版小说，然后他觉得修订新修版改的不好。嗯、可是过了二十年之后啊，实不是我问新的一批的学生，或者是问新的学生，他没有看过修订版，然后他只看过新修版。新修版。当他看了新修版再看修订版的时候，他觉得修订版没有很好。啊。所以这就是啊，你第一次接触的那个金庸小说到底是哪一部？嗯、那。 在我来说，第一次接触就是修订版，嗯、所以我就觉得修订版啊是我最有感觉的。嗯、那当然有一个先入为主，对，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啊。嗯呃 呃，但呃，那在所有的小说里面，我最喜欢的是《神雕侠侣》跟《倚天屠龙记》。神雕跟倚天。神雕跟倚天啊、呃，我觉得郭靖那个呆呆的我没有很喜欢，<laughs> 所以比较聪明的人啊，是杨、啊、过跟啊张、呃、无忌啊，张、呃、无忌没有杀伤力，所以我觉得更更喜欢他、嗯，更符合博士的性格啊、呃呃呃，希望吧。<laughs> <laughs> 好，所以如果是可以是这样讲。 嗯，是我个人最喜欢是《笑傲江湖》。《笑傲江湖》我看了非常多遍。嗯、其实刚才啊、呃，我也科普一下，博士有提到修订版、新修版。所谓的修订版就是二版，新修版就是三版哦。嗯、因为很多他可能不了解，他不知道。嗯、像我知道的，博士一说我就知道，嗯、所以我要简单的讲解一下。嗯、我最喜欢的是《笑傲江湖》，令狐冲哦，嗯，嗯他我我记得像像博士所说，其实我听了也很有道理。就是你最先接触哪里一个版本，你就喜欢哪一个版本。嗯、像我最先接触是第二版。 哦、因为我看我中学的时候看新修版还没有出来嘛，新修版是这十十来年十多年才、嗯、才出来的，所以那时都是看的是二版啊、哦。那我其实印象很深刻，我不知道我是记不记得这一段、嗯、哦。在《笑傲江湖》里面有一段我最喜欢的，但是在新修版被删除了。嗯、就是令狐冲在华山上面，呃嗯、那个七怪上来大搞搞乱了，嗯嗯嗯嗯嗯然后把真气灌入令狐冲的身体，嗯嗯嗯嗯令狐冲要死了嘛，然后、嗯呃 剑宗，呃，华山派的剑宗又来想要抢夺掌门的呃位置，所以岳不群跟呃宁宁宗泽哦，他太太哦，应该别读错他的名字了哦，就把弟子全部都带走啊，去找他的婆家那里去避难。就因为令狐冲病重伤重，他就不能移动，就留在那里，只有陆大友陪着他，六猴儿啊就在那里陪着他，然后。 我记得有一段我，我我那一段我看了是要流下眼泪的，因为表现出他们的师兄弟的情谊啊，嗯、就是陆大友啊、呃，在呃令狐冲昏迷的时候，用口水把他的眉毛给弄湿，啊，就是为什么？它里面有讲，因为去他猫头鹰会来数你的眉毛，嗯嗯、数了你的眉毛你就会死。 所以陆大友很担心令狐冲会死，因为他当时也伤重，嗯嗯嗯、哦，所以就用口水弄湿了他的眉毛，嗯、然后陆大友就死了。在那一个事件之后，嗯嗯嗯嗯、他就给人杀掉了嘛，嗯、哦，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可是我看新修版的时候，这一段竟然没有了，嗯、然后我就一直去找为什么要删除这一段，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嗯嗯嗯、结果发现是因为金庸，啊、呃，嗯、他说。 的这个是无稽之谈，就是猫头鹰鼠人没毛人会死这一件事是无稽之谈，所以他要让他的小说更真实化一点，所以把这些无稽之谈都删除了。所以我当时是非常非常心痛的哈。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博士，那博士你有什么看法吗？你记得这一段吗？呃，这一段的修订版我记得，嗯，那可是新修版，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没有很完全没有了，没有完全删，我没有很留意，因为我记得，可是我没有很留意。不过，嗯，还是回到。 最原始你那个问题的最原始的问题就是三版里面，那其实我觉得你刚才的那种感觉跟，跟啊金庸修订小说的那个初衷<中>，他他的情况啊他的想法是有冲突的，嗯，所以我们可以回到一个最原始读金庸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看一个故事。 转折很多很多东西看的那个，<板>这是看第一版。第一版，他<是>基本上，因为他那个时候是连载，对，他每天要放一个<引>放一个东西，然后来吸引你看。你你看那个洪七公跟跟啊郭靖啊跟欧阳锋在海上流浪，然后大家哭啊、呃、勾心斗角，为了九阴真经，就为了。 要让当天有东西看，他竟然把红七公写成一个可以看天象，<laughs> 然后就发现啊，又有大风雨，<laughs> 要要有大风雨了，<laughs> 然后啊，郭靖说啊，要有大风雨，没有啊，还是还是啊啊啊晴空万里，然后忽然间就刮起大风来了，嗯，这就是当年他连载的时候，他每天。 把它放在小说里面的一个很悬悬疑的地方，然后就勾起读者一个一个悬念啊。那我觉得这就是金庸想要用故事来要感动读者、吸引读者啊，吸引读者的一个一个版本。嗯，那后来你所看到的都是很精致的版本，是啊，说有些不合理的地方啊，所以就把它删掉，然后啊，反正。 人生总是要合理一点嘛，<對 S 1> 那所以就完全不同的感觉。<laughs> 所以我觉得，嗯，如果你想要看创作热情洋,洋洋溢的，这，啊，所以那个那个那个李匡有有这样说啦、啊，你要看他啊创作澎湃的那个时候，就是看他第一版的那个时候<一>、嗯、是。 那我们最后两道问题了哦，嗯，其实很多现在年轻人几乎都不看金庸小说了，他们都过、嗯、通过手游、手机游戏、电脑游戏，嗯、通过电视剧、通过电影来认识金庸。嗯、那如果呃像没有看过金庸小说的人，你会建议他从哪一部读起？嗯。 如果从现在很简单的来说，一定是《射雕英雄传》啊，这啊，呃嗯、你可以看看《射金庸的》呃，书剑恩仇录》跟《碧血剑》都是很有名的，<对>然后也是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可是金为金庸啊、呃，迎来第一个最高潮的就是《射雕英雄传》<是>，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呃，我不能说啊、呃，明智未开，可是当在那个时候是。 文化的水平没有很高，yeah, 那么高很很普遍的那个年代，嗯、金庸的啊《射雕英雄传》能够受到很大的欢迎，他一定有他啊受欢迎的一个能吸引读者的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地方，嗯、所以我觉得啊。 要切入啊，因为他后面的都太复杂了。那《射雕英雄传》算是金庸小说里面好看，然后又比较简单，没有那么烧脑。对对对，而且也是很符合现在的国情，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laughs> 呃、啊，这一点很重要啊，<laughs> 要符符合国情。嗯、那那其实我呃，我不知道看谁写过，我应该是在一个作家的书上写过，他说金庸好像是。 那个《武道狂之师》，他的作者叫什么名？我我突然想不起《武道狂之师》也是我。我知道武侠小说是。一一时忘了啊，一时忘了，一下想到再讲、嗯嗯、啊。他有讲过，其实他他也是金迷，他是金庸小说迷。嗯、他说金庸小说其实任何一本、任何一部，嗯，你随便翻开一个章节读下去都可以被他吸、嗯、啊。所以我不嗯，这是他的看法啦。大家有大家的看法。嗯、其实最主要是你要去读，我相信你只要真的去读。 嗯啊、哦，你一定会给金庸小说系。嗯嗯。嗯那最后就问一个不关武侠小说的嗯,嗯问题啦，因为其实一直有一个悬念哦，因为金庸在晚年说他要写另一部小说，不是写武侠小说，嗯、要写历史长篇小说。嗯嗯。嗯但后来他走了嘛，所以到底有没有动笔过，有没有遗作，可能会有面试的可能，不是有这方面的资讯吗？我真的不知道，不过嗯。嗯 我觉得远流出版社没有想要做这方面的，应该是没有的。是因为我很记得古龙走，呃，古龙也走了很多年了。他在我应该还没出生，八十多年、九十、嗯、多年的时候就离世了嘛。嗯、哦，嗯、我当时还很小啊、呃。但是最近我看大，呃，我们马来西亚书局，呃，在前两年有出古龙的遗作，嗯，哦、呃，就是未写完的书，嗯、呃，有一本名字我也忘记了，那、呃嗯、所以。 嗯、呃，就在想这一个悬念啊，他一直说要写历史。其实从时间上面来说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他写完他的博士论文都已经差不多是八十后期的事，然后其实他晚年是有老老退化哦、啊，所以理论上是啊，那我们大概可能只有一两年时间，哦、我,我不我真的不确定那个时间，可是啊、呃，他应该。 没有很多时间去构思一个新。当然，他如果从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想要，他主要是研究历史嘛。<对>那当然，他自己本身对历史小说也很有、很有、很有感触。他想要写一个历史小说，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对>我我想应该是他，如果要他再写小说，他不会再写武侠小说，<对>而是写历史小说。他写袁崇焕评传都写得很好啊。其实我认识袁崇焕就是从、啊。 啊，那个《碧血剑》后面的附录袁、嗯、崇焕评传那里，嗯嗯嗯、哇，觉得有这样一个大英雄，然后我就去看历史小说，嗯、呃，就去看历史的书籍，所以我家有好多中国历史、西方历史的书籍所。所以你看他，从年袁崇焕的评传也让我对金庸有一个很很不同的一个感觉，因为他真的是，因为他。 当年在创作的时候，真的每天写一段。可是他真正的去面对、认真去面对他的作品的时候，他查了很多资料。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已经够我们觉得这个人够伟大，是真的不简单。所以庆幸我们活在有金庸的时代了，也不庆幸活在有倪匡的时代、嗯呃。我一定要呃提一下倪匡，因为虽然倪匡一直说他跟金庸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我觉得他们两者是四大才子吧，不相伯仲。 不同啦，啊、同金融是从金庸是从一生去为他那十五部小说，倪<對>匡他所接触的,的面，他他所接触面，他啊有侦探小说，有武侠小说，他有科幻小说,小說也有啊，也写的非常好，<laughs> 所以他能够满足很多不同读者的心理。如<是>如果如果你你倪匡对于流行文学或是流行文化的一个<對>一个一个贡献，就是他很涉足面很广。对、啊，那我觉得这。 不能去，不能比较，两者不同面向，嗯、不能比较。而且倪匡是玩世不恭啊，<对>金庸是非常正经的人，啊，正经、呃、八百的人。嗯、那好，我们今天的访谈也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哈、哦，就到这里。那最后就交由博士您来做一个小小的，说任何都可以，不管我们这个主题的都都可以，嗯、关于你对马来西亚的感想，还是这个访谈的感想、嗯、等等啊、呃，就由你来做总结，然后呃，几个小小的总结，我就 crossing，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访谈。 谢宏律师给我一个机会做这个访谈，老实说是很紧张，可是这是我那么多年来啊在研究金庸小说这个方面啊是一个最完整对自己的一个回顾与记录，也有一个机会把我这几年来研究金庸的想法与心路历程，用一个很完整、很整全的啊角度，然后说出来。 这是一个，所以我对这这一次的这个访谈的结果也有一个很大的期望。谢谢大家，也谢谢洪律师。好，哎，谢谢邱倩能博士哦，真的，刚刚我还记得在采访之前，博士还说很紧张，怕自己因为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采访嘛，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莫大的荣幸哦。博士是非常非常忙，而且他特地来马来西亚，其实也有自己的行程要走，结果播出了好几个小时。 来，我们这一个全球第一场跟中间人博士的线上访谈啊，真的啊，非常的荣幸，所以大家务必记得一定要帮手大力的点赞分享哦、啊。你有点赞，你有分享，等邱博士的书来到马来西亚，你才能买哦。就、啊、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还没 subscribe 的读有记得 subscribe。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场地赞助商 Lobby 大三角的 Lobby 酒吧，我相信铁粉们都应该知道在哪里了。还有我们这一次活动的。 赞助商，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哦金涛，el, 你想要买按摩椅，想要买健身器材，都可以找他。当然，还有我们在背后的无名英雄哦，非常高大的优大哥哦，是他特地过来帮我们录制。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以这么专业的器材来做影片哦。之前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很随性、很业余的，所以也谢谢我们的优大哥了哦，嗯，我们的铁粉大哥。那好，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多多分享，多多支持。大家晚安，再见。 好，那谢谢大家，谢谢邱博士，谢谢。